拉人，算佢做污点证人啦。曹生，呢几位阿 Sir， 曹生，我哋有理由相信你同一宗持械行劫、谋杀，同埋几宗企图谋杀案有关，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。等等先，两分钟。警官啊，好久不见了。 唔系啊，啱啱先见完啫嘛。不过你中意遮住块面 ，test 俾律师，揾个好啲喎。嗯，意思是人都不可信。当兵时，连长告诉我，只相信枪；做生意时，伙伴说，就相信钱。 现在做贼的朋友讲，要相信法，因为法律只讲究证据。像我们这种奉公守法的好市民，法律他不得不保护我们呀。这四个字我送给你了，在你死的时候，把它挂在你的灵堂上，让所有的人都看到，你这一生只有这四个字：奉公守法。那多光荣啊！ 时间差唔多啦，你要保持缄默，你所有嘅说话会成为呈堂证供。别着急，他肯定有话要跟你说。
文龙坚持打电话翻大陆，同佢老婆讲声，先肯签证公纸。佢讲完电话，我哋帮佢落外卖，跟住佢吞咗张证物，跳咗落楼。点解会俾佢讲电话噶？香港地，下下讲人权。福宁大厦闭路电视，嗰几栋大厦等紧拆，装架构，冇光碟，冇 hard disk。check 过啦，陶成邦，你咧开车撞阿顶嗰个。入不在场证据，酒楼啲师傅话佢三点半都仲喺厨房度。够钟咯，系咪加埋啲木椅嘅？冇可能，都未够钟，瞓多一阵先啦。今日又俾卓林过到门。冇嘢啊，小事嚟啫嘛。那你有没有穿我给你买的白色靴子啊？关咩事啫？着水靴都会先亲噶嘛。辛苦吗？唔辛苦，咪听晒你话咯。早啲瞓啦。那你回来记得叫醒我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做咩啊？同女朋友都唔敢讲真话，话俾佢听你做橙，大胆啲。好有前途噶，等你老顶死咗之后，你顶埋佢个位，到时咪大锣大鼓娶佢翻嚟做贼婆咯，几好啊！陶成邦，你帮我啊！好啊，你想我帮你整虾饺啊，一镬烧卖？咁俾心机整咯，我会。喂，阿炮叫我顶盲龙个位。唔系我要噶，系佢嗌噶。几时喐手啊？等通知。你由我做啦。OK。电话唔好离身。就算冇电咧，都 work。保持联络。点啊，邦哥？喺度等我。嚟啊！南哥俾你噶，帮佢咩？你唔帮我入位啦，出面条女咪帮我咯。知唔知嗰个系曹南条女嚟？我梗系知啦，唔系边个帮我入位啊？南哥明知佢惹火啊，先喺间屋要 set 晒镜头啊。关我乜事啫？你冇搞佢？咁啊有，间唔中车震咯。车都有噶，你自己搞掂啲片佢，你唔好累我。OK， 放哥，放哥，放哥，啲片我自己搞掂佢。你有架差，我有人。夹埋做单大嘢咯，衰咗嘅怼曹南出嚟。你唔入流啊！摆喺边度啊？如果唔系你家姐叫我睇住你，我真系睬你都有味啊！
又唔知自己身體虛。呢位炮哥，手嚇、開工啊！哦。兩位大佬點稱呼啊？手機。今日做大單嘢哦。啊，可唔可以俾我打個電話？我個女啊，你知佢咩環境噶？今日冇人接放學，我咪叫佢三姨接咯。一個電話。三姨啊，喂，拍檔，你今日接阿女放學得唔得先？係啊，而家啊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唔該，三姨。三姨啊，系啊，开车。喂，收咗线冇？唔该。喂，周 Sir， 女 Sir， 帮我 lock 住我条针嘅电话，我要知佢位置。啱啱想揾你，曹楠甩咗。喺呢组车啦，十五分钟内个信号重复咗三次。Target 五分钟前喺皇后大路中跟住架解放车，车牌 Pop 牌 Whisky 3323，位置新纪元广场。我同沙子埋咗位。930泊保姆车后面，2633停介款车前面。记住广场多人，他们落手我们不要动住，等曹楠上埋车我们才夹他。到了新纪元广场永乐街。踩了线，这段的闭路电视搞定了，有冇问题？两个落紧车，有冇人见到曹楠？有冇人见到曹楠？冇发现。大佬呢？等指示。